是他，果然跟冯大亨有关。那么说，天降少爷已经救了，是真的吗？少爷，嘘！我们现在分头行动，我去先《风之日报》请媒记者来拍下证据。我们进去监视他们。好，那我呢？哎，你留在这里，把风。 什么了？没有啊，屋是没开门。刚才哪开枪？啊，刚才是有贼闯进来，我开枪自卫。谁呢？贼，有一个叫我给打伤了，他们有接应，全跑了。啊，是啊，有贼，全都跑了。老孙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 我看这不必了吧，再说也没丢什么东西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改日拜访你们白督察长。哎，有劳哥几个了，喝杯茶吧。谢谢，收队。快点，快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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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能死掉，你给我，去省心医院，快点。 收拾东西，跟我离开上海。离开上海？啊？那怎么要去哪儿？去北平。去北平？啊？北平有什么好的？天又冷，风又大，我的皮肤会受不了。我没问你去不去，我让你马上收拾东西。你知道我的事儿太多了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 是不是想北上投奔袁世凯？你是不是畏罪潜逃？对，快潜逃！别着急。
又有什么事来找我们唐老板？请您通报一声，我有急事要见唐老板呢。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唐老板正准备吃晚饭，不见客。真的有很要紧的事，麻烦你去通报一下。是啊，人命关天，麻烦你告诉唐老板，任天祥要去见他。哎，你们两个不是被通缉的逃犯吗？唐先生说了，有请任天祥任先生，请。听见了没有？是你们唐老板请我们进去的。坐。就算任先生说的句句属实，可我凭什么帮你呢？凭唐先生嫉恶如仇，主持公道。还不够。凭唐先生骨刀热肠，侠肝义胆。不够。凭唐先生明察秋毫，眼里容不进半粒沙子，还是不够。唐先生，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了。那我可就无能为力了。唐先生，我求求您了，魏轩在这儿给您跪下了。魏轩叔，您先起来。唐先生，我又想出了一个很好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是唐先生通心为民，好管闲事。您好大的胆子！让他说完。哼。今日的上海滩，没有一件事是唐先生不知道的，没有一件事是唐先生做不到的，也更没有一件事是离开唐先生能办得了的。所以像先锋日报主编被刺这么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，唐先生是忍不住要插手的，否则唐先生岂不成了寂寞高手？任天祥，你就这么自信？是的，我就这么自信。